我们主机里面需要的一个进气阀，这个是我们主机真空的一个角色阀，这边要做一个8毫米的气管接上就可以了。我们电台的进气是这一个，需要一个8毫米的气管，然后这一头我们是配的一个气枪，气枪直接接在上面的。这边我们就是作用，就是平时模具上的一个清理，还有一个吹水的作用。这边是我们牵引机的一个进气，这里是需要接一个8毫米的气管，然后这边我们的气压一定要达到0.6左右，这个是一个调节阀，我们往上提一点点之后，顺时针是拧，是调气压的大，拧完之后按下去之后，一定要保证这个指针在0.6左右。这里是我们切割机的一个进气的进气管，接进气在这边。这两个阀门是翻了架的，翻了架的一个进气和出去的气管。这里是我们切割机吸血风机的一个接口，我们直接管子接上去，用喉沟卡紧就可以了。这边就是我们翻了架的气，气管从切割机到这里，从这边进来之后，从这边出来，然后这边分三通，这边需要安装两个三通，这两个接口就是直接接到后面的气缸就可以，这边一个接到我们上面的气缸，这边接到我们下面的气管。